这个关就很明显，就是应该是六七那个核心。毛头小小，六十七要等七月十四日了。对啊。还叫接着帮打、欸、偷袭的下山路。叫奴家做什么？满堂花醉三千客。打反击了，唯快不破，断明斩风，直反击流。前面的别挡路，侠骨荣心。算了，不要贪玩。前面的别挡路。奴家做什么？前面的别挡路。上去一忙，认出四象门。叫奴家做什么？这是巨血横扫。满堂花醉三千客，前面的别挡路。又是、这个、前面的别挡路，叫奴家做什么？两个云，前面的别挡路。少年学剑术，前面的别挡路，前面的别挡路，直接被这个西哥帮追追挤追死。定不辱命，有这七个可以。